这张卡片是新轮，新轮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就像你平常你会拍着胸脯说"我做得到"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新轮。然后它其实是我们爱的能量的地方，所以好多事情，如果你从这里出发，尤其在黄金世纪的时候，你真的会得到非常非常多的光。然后待会儿呢，我们会光亮新轮的通道。新轮的通道就是我们新轮前方的气场，我们会把光送过来。送光的方式就是透过唱歌，透过我的手，那我们会打开心的喷泉，然后我们最后会练习用心中的爱来说话，然后还有一个为自己敲敲敲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光亮心的通道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帮自己做，你可以用自己的手从心轮的前方慢慢过来；如果你帮伙伴做，等一下我的手会从这里慢慢走到他的心轮，就这样子。OK，你在走的时候，有些地方你会想要停留，那就停留，因为也许那个地方需要久一点的光。OK，好，转一个吧。安塔拉就提那摩，帕拉玛特玛就提那摩，阿堪达就提那摩。玛玛吉瓦那就提那摩，安塔拉雅米那摩，吉亚萨古鲁塞那摩，安塔拉就提那摩，帕拉玛特玛就提那摩。好，第二个步骤真的就是为自己做的。嗨，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帮小孩这样做，OK。然后我们帮自己做，就是没有条件，我爱我自己。那我们帮别人做的时候，我会说谢谢你，没有条件就爱着自己吧，OK。好，那我们可能会用这三个指头这样凝聚成来，没有条件就爱着自己吧。没有条件，我爱我自己，就把它大声说出来吧。没有条件，你爱你自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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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条件。你爱你自己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让新的喷泉打开，我们会打开前面的泉，也会打开后面的泉。来，从这里，安塔拉就提那摩，帕拉玛特玛就提那摩。阿堪达就提那摩，玛玛吉瓦那就提那摩，安塔拉雅米那摩，吉亚萨古鲁塞那摩，安塔拉就提那摩。帕拉玛特玛就提那摩，阿堪达就提那摩，吉亚萨古鲁塞那摩。最后呢，是带着爱说话，所以我们要自己来喽。这是一个决定，一手放心轮，一手放喉轮。这是一个肯定句以及一个决定。当我说话的时候，我用爱流向自己，所以我们就把心轮的光慢慢的往上。当我说话的时候，我用爱表达自己。当我说话的时候，我用爱表达自己。你也可以这样子把喉轮带下来，我把我要说的话带入我的爱中，分享出去。我把我要说的话带入我的爱中，
用爱分享出去。我甚至可以把我的思绪以及我要说的话都带入爱中，我决心用爱分享。祝福你的心轮充满光，谢谢。感觉怎么样？好舒服，好平静。好舒服，好心情，你吗？很平静，很平静，谢谢。